我们上一集说到呢，这个石勒啊，在河北相国有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这个他的这个国政治理啊，确实是蒸蒸日上，而且他也称王了嘛，建立了赵国。那石勒这个人呢，虽然他是文盲出身，但特别重视教育，他常常以这个王爷之尊亲自到大学啊、小学去视察。但这个大学、小学跟现在的意思不一样啊，我还是不是细讲，咱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都是教授儒家经典的，只不过程度不同啊。当时分为大学、小学，然后呢，赏赐那些学生啊，包括老师啊，什么衣物这个器具。在军礼之中呢，他也常让儒生啊读史书给他听，他大老粗看不懂不认字嘛，所以说就叫别人读史书给他听，而往往他还做出呢超出常人的议论和判断。有一次呢，那石勒就让那儒生给他读《汉书》。当他听见这个利益姬啊劝刘邦啊立六国的后人为君，记住啊，他念利益姬，不念利时齐啊，他就突然大惊，就说如果这样做，又怎能统一天下呢？你看他手下那儒生接着读刘侯张良的对当时的劝谏。哦，这个石勒放心了，喘口大气。幸亏有刘侯的好主意啊！东晋元帝太清四年，也就公元321年，石勒的军队呢就进攻晋朝幽州刺史段匹堤，就是一鲜卑人了，生俘了段氏兄弟，晋有幽州之地。转年2月呢，石虎又以4万精兵在泰山攻杀了降而复叛的晋朝大将徐侃。然后呢，让徐州啊、兖州啊，这个时候这些地方也都归于赵国了。那么公元323年呢，石勒的军队呢又开始进攻东晋青州守将曹仪。曹仪这个人，你听这名字好像是汉人，实际上原是匈奴的汉将，反而最后呢又降于东晋了。这个时候他就生气了，因为这个曹仪抵抗的比较激烈，石勒呢就下命坑杀了3万军士，而且把这曹仪也给斩了。那么公元324年呢，这石勒军队呢又攻取了东晋的下邳、东海还有彭城等地。公元325年6月呢，石勒的大将石生又占据洛阳之后呢，进攻东晋的司州刺史李据。因为这个司州就是管洛阳周围那一片儿的。李据呢，这些人打不过这石生，就派人向前赵的刘曜投降。当时前赵还在，刘曜还活着。那么刘曜呢，就派中山王刘越，他手下的一个匈奴的将领吧，也是宗室，率领1万多精兵呢，去驰援，在孟津和石梁，打败了后赵的军队，这一下还把这个后赵的羯族士兵呢，5000多人都给杀了。至此呢，前赵后赵就匈奴和羯族啊，这两国的军队就完全撕破脸面了，就等于是公开交战。石勒大怒，他马上就命令他侄子石虎率领4万步骑飞驰成皋关，与前赵的这个中山王刘越大战在洛水旁边。刘越大败，退守石梁。刘曜呢亲率大军增援，夜中军营呢无故溃乱，只得撤回长安。这我们在前几集讲那个匈奴刘氏的时候，讲刘曜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最后呢，石虎就攻克石梁，俘虏了刘越等前赵的将领80多人。而且一怒之下呢，还把这前赵的兵士1万多人都给坑杀了，集体屠杀。此战过后呢，石勒的力量实际上已经扩展到了淮河流域。那么东晋成帝咸和三年，就公元328年呢，石勒又发动了灭前赵的这个最终的战役，就洛阳之战。但刘曜呢，还是一战小胜，而且把这个石虎啊，这个就是石勒的侄子，打得大败。在哪儿打的大败？在高侯原。就是今天山西的闻喜。那么前赵的匈奴军队呢乘胜前进，但这个时候可惜这刘曜他没有率领这得胜的军兵直扑这个后赵的根据地相国，而是呢包围了洛阳。年底呢，石勒孤注一掷，亲自率领大军前往洛阳，准备与刘曜决战。那么洛阳一战呢，石勒大胜，我们前面都讲了，把这个前赵的皇帝刘曜就给擒杀了，就等于是灭了前赵。大胜之后啊，群臣劝进，就是那阵儿您当个王爷赵王不行啊，这哪行，这功高天地的。这个石勒也听劝啊，所以在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就公元330年，石勒呢就称大赵天王，行皇帝室，
我们要知道，在十六国时期啊，这些少数部族的他们那个政权，这些人要称帝之前，他都称天王。天王实际上最早也是源于啊这个周朝的啊，当时那个王就称天王，实际上就是皇帝。不久呢，他索性就直接称帝了啊，天王我也不称了，我就直接称皇帝了，改元建平。到现在的时候呢，在中国北方完全就归于啊这个石勒的统治之下。从这儿以后一直到石勒去世，后赵和东晋啊这双方之间没有特别大的战事，双方呢以淮水为界，暂时休战，就是各自经营内务，灭了前赵，自己称了皇帝。石勒的后赵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啊无论是这个外夷还是他内部统治这些汉人，等于就是都对他表示臣服，所以说四方来朝。得意之际呢，有一次这个宴见群臣啊，主要的这个当时的世僚是高句丽使臣啊，都来称臣，就是高句丽国王派使臣来称臣。你接见的这个高句丽使臣的在大宴会上呢，石勒酒酣之余，就是饮酒饮得高兴，然后就问身边的近臣徐光，就汉人了，朕与古代君主相比，能和谁相仿呢？徐光，你想绝对拍马屁呀，肯定捡好听的讲。陛下神武筹略，比汉高祖刘邦还高，雄毅英武，可比魏武帝曹操。有史以来，轩辕皇帝第一，陛下您排第二。石勒呢，闻言大笑，他就说啊，爱卿所言啊，过分了。人呢，应该有自知之明。朕若逢汉高祖，当北面而视之。我要碰见刘邦啊，我肯定向他北面称臣。若遇光武帝刘秀，可与其并驱中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大丈夫行事应该磊磊落落，朕终不孝。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其他孤儿寡母，胡没与取天下？由此，朕之才能当在刘邦、刘秀之间的样子，又怎能和轩辕皇帝相提并论呢？所以说呢，在他眼里，他就认为曹操啊、司马懿、其他寡妇与孤儿，就他觉得那两个人不值得我效仿。群臣一听，哎呦，皇帝这样一说，顿首称万岁，心服口服，还确实不得不服。那么石勒这个称帝之后啊，他的心腹谋臣汉人张斌啊，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包括在他称王的不久之后，这个张斌已经去世了。当时他就深加痛惜，哭叹说，你看老天啊，不想成就我统一天下的大事，怎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幼侯给夺去了呢？后来呢，他和那些谋士徐光啊、程霞啊，这些都特有名的汉人谋士一起议事，常常就觉得哎，这些人水平低，所以说时时感叹，幼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夫？你看张兵张先生这么早就死了，就去世了，现在呢，我不得不和这些人在一块共事，哎呀，这事儿太残酷。帝王最难的是什么？是身后事。在石勒统治后期啊，他继承人问题啊，让他感觉非常矛盾。他的太子叫石弘，从小啊就特别仁孝，啊特别恭谨，特别谦虚。但这个石弘他的母家，就他妈是汉族，他自小呢又跟随那些汉儒学习典籍，可以说是文质彬彬。想起自己这位太子呢，平素周围的围的一帮人都是这些文士儒生，石勒很担忧。他就对徐光说，你看太子文弱，太不像将家子弟了，就跟我们石家这些人一点都不像。徐光就回答说，汉高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帝以玄墨守之，圣人之后必有圣残去杀者，天之道也。那意思你看，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雄武的，到了孝文帝呢，汉文帝时代呢，人家就是文，就以这个儒学来统治天下，所以说呢，这就是天道的循环，您不必忧虑。石勒一听这样说呢，哎，心里呢又有一些踏实，觉得你看这徐光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时候，徐光就趁机进言：“皇太子啊，仁孝温恭，中山王石虎这个人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会，不会那意思就是，陛下一旦您哪天死了，臣恐社稷必危。”您应该啊，慢慢把中山王石虎的威权给他削夺了，使得太子啊早参曹政，
石勒呢觉得这大臣说的有理，就点头。当时这个右仆射程霞是这个皇太子石弘的亲舅，他就更加担心啊，这个后赵国家的安危，也向石勒进言：中山王石虎呢，勇武权智，群臣莫及。这个人本性又特别残忍，骄横不法。他的那些儿子个个都掌握兵权。陛下，您今天在，什么事儿没有？应当早除之，以安天下之大计。石勒呢，对这个建议就没有听进去。他怎么说呢？今天下未平，太子年幼，正要依靠中山王来辅佐。由此呢，徐光和程霞这两个汉人是日夜忧心，就双方互相合计，你看中山王石虎深恨我们两个人，一旦主上宴驾归天，皇太子呢必定遭到他的毒手，我们两个人呢就包括家族也难逃这个戮杀，为了安国宁家，我们要拼死劝谏皇上呢把这中山王石虎除掉。于是呢，这两个人趁着另外一次觐见啊这个机会，就徐光就问石勒：陛下呢，您现在拓平八州，地有海内，但神色之间应有不悦之色、忧虑之色，您是为什么呢？石勒当时那实打实的回答道：你看，吴蜀未平，疏轨不一，南方司马氏呢还具有江东，你看呢，我怕后人讥笑我呢，没能统一天下，所以说呢，我忧形于色。徐光这个时候就说了：哎，臣还以为陛下是您这个忧虑负心之患，谁料到您忧虑的都是四肢小患。古人说话讲究比喻，就说还以为您为负心什么这个大病来忧虑，其实您忧虑都是些像这个国家的四肢胀的这种小患，实际上您忧虑的不应该是这个。为什么呢？陛下您鼎定中原，占据洛阳、长安，都在我们赵国的这个占领之下，这就是中国堂堂帝王，天命所归，谁能不服？司马氏余孽，江东小患，就四肢之小疾，中山王石虎凭借您的神威攻伐四克，他每每啊跟大伙儿说他的鹦鹉只在您之下，其余的人他根本就不服。这个人残暴多奸，见利忘义，你看他天天有泱泱不足之色，近日宴饮，他经常啊在这个公共场合轻视皇太子。陛下您呢，我看见了，隐忍容之。我就觉得您陛下您虽然也看出来，但是您很包容，臣恐陛下万年之后，哎，宗庙必生荆棘，此人才是您负心大患，应早已除之。就是说哪天您嘎嘣死了，我估计啊您的这个后代啊肯定会被这石虎都弄死，所以说您应该把这石虎先杀了。听这大臣这么一说呢，石勒默然。古书上一说谁谁是默然，就是说什么呢，他又对对方认为讲的有道理，但是他又不能做出决断，所以就默然。所以说歌德曾经说过，咱调调书袋啊，犹豫不决的人永远找不到最好的答案，因为机会会在你犹豫的片刻之内就失掉了。所以说豪杰老矣，该断不断，英雄一辈子，糊涂一下子，子孙骨肉皆为别人所杀。石勒暮年啊，其实呢，对于他来讲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什么呢？他这侄子石虎的善良。石勒后赵政权的内部主要矛盾，就是以截胡为主的武将集团和以汉人为主的儒臣集团之间的矛盾。胡人武装集团的这武将集团自然以石虎为首，石虎这个人残暴不仁，对此呢，石勒是心知肚明。但同时呢，石虎这人的军事才能特别高啊，一直为石勒分忧。由此呢，石勒几年以来呢，他的这个内心也陷入一种分裂状态。一方面他命令石虎替代自己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自己这个侄子呢，就还是比较猜忌的。当然了，石勒从内心深处也不愿意完全就把这石虎除掉。这样一来呢，你想他那个程霞、徐光的外戚集团可能就忽然做大了。为什么？有前车之鉴啊！从前前赵的皇帝刘聪去世，他的太子刘粲继位，当时就身为外戚，国丈的近准，就是忽然之间，就把那刘粲也杀了，把那所有的刘氏家族在当时他都城全部都杀了。而后呢，这个刘氏家族我们也知道，匈奴刘氏最后等于就亡了国了。因此呢，石勒对此也是深以为戒。所以当时石勒也并不是说老糊涂了，他就想这个石虎
这武将集团，然后再加上这个徐光啊、程霞啊，这个文人集团、汉人集团，他们双方互相加以制衡，因此呢，他故而一直犹豫不决。那么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就公元333年八月，石勒病重了。没等他宣召，中山王石虎就带兵入宫侍疾，所谓侍疾就伺候这个老皇帝的病，实际上他不是侍疾，是想夺权。石虎然后又假发诏令，群臣亲戚都不能入宫探病。石勒的病状呢，所以说外人和大臣当时一无所知的。石虎本人就害怕石勒死后在外拥有重兵那个宗室起兵，他就又假传诏旨，宣召秦王石弘、彭昌王石康，回这个襄国，来这个照看石虎的病情。那回光返照之际呢，石勒忽然看见石弘在床边正哭着呢，大惊道：“朕让你提兵在外，拥有这个强阵强藩，就是预备我病亡之后，万一发生万一之事，你能来支援首都的，是谁宣召你入京的？还是你自己为了探视我而来的？如果有人宣召你入京的，马上派人把他杀掉。”石虎就站在旁边了，一听大惧，忙在一旁说：“秦王是来探病的，他是自己主动要求来的，暂时啊入京，我马上派他回封地。”话虽然如此说，石虎呢，等这个石勒这个问了这句话过去之后呢，他还是派人把这石弘啊，哎等人软禁在京城。那么几天过后呢，这个石勒啊，你甭看他弥留之际弥留好几天，昏迷当中他又醒过来了，就问石虎。他不放心啊，石弘回封地了吗？石虎马上回答，当时就回去了，现在大概已经到封地了。就说临终呢，石虎呢，当时他等于就是遗命，所谓的遗命实际上也是对身边的这个他那侄子石虎讲的，就是说我这个死了之后三日而葬，不要这棺材要撂多少天，连以食服，就以平常我穿的那些衣服给我入殓，然后呢在我的墓地里也别藏那些金宝，别藏那些珍藏的器玩。现在呢，大雅聪佑就是他自己的皇太子石弘，小名叫大雅嘛。你看他这么年轻，恐怕不能呢肩负国家这种重任。大雅和他的兄弟应该相互维持，就是他的大雅就是皇太子石弘和他兄弟辈不要内斗。那么司马氏呢，他的这个亡国之争呢，就是你们这些人的这个前见。中山王石虎，他等于对他侄子说了：“你一定要三思当年周公辅成王那样的那种榜样千万别干出不应该干的事情来。”可见呢，临死之际呢，石勒还是非常不放心自己这个柔弱的太子，就是殷勤嘱托自己的侄子石虎能够像周朝的周公旦那样辅佐这个右军。石勒这个人，我们评价他呢，在位15年，死年60岁，他的灵柩呢连夜就埋在那个深幽的山谷，别人也不知道，包括我们后人现在也没挖出来他藏在哪儿。然后他们的棺椁呢就虚葬高平陵，所以当时这个后赵的高平陵埋的那棺椁根本就不是这个石勒的尸首。所以说呢，一代枭雄人杰含忧而逝。说起石勒，我们就想当初呢，他以18骑起家，飞天18骑就18个人马，待到他建立这后赵王国全盛之时呢，史书上怎么说呢？南御淮海，东濒于海，西至河西，北至燕代，可见中原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掌握之中。他呢，石勒这个人可以说是16国期间非常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个君王。石勒这个人虽然说文盲出身，他大字不识啊，他看不懂史书，但是他就喜欢那些大儒给他读史书。当然人那个时候没有知识付费，但是他付的那个大儒的那个费用估计比现在知识付费要多得多。但现在的知识付费呢，好多你都听的是知道，都是旁敲侧击啊，从哪儿抄来的东西。但是人家石勒那些大儒给他读的那个知识付费，那绝对是管大用，而且他能以史为鉴，那效仿这个西汉的这个吏治，亲自的四处巡幸劝民农桑，而且呢他对他家境内的人民他那个负担有所解轻。可以说后赵他的那个所收租税是曹魏建国以来就这么多年是最轻的。同时呢，石勒这个人还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也首创了这种考试这个考经制度，举贤荐能，就开一代良好的学风。虽然他身为截胡，他
他是少数部族了，但石勒并不轻视汉人，也不轻蔑汉人，他手下的重要谋士大臣全是汉人。此外呢，他还能坚持传统的道德标准，对奸臣逆子从不姑息，显示他本性当中的天真淳朴的一面。简而言之吧，这个由奴仆出身最后身登九五的帝王呢，在十六国那样的乱世呢，绝对是称得上是一代明主仁杰。但可惜的是呢，就这石勒他所属的这个羯族，作为一个族啊，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存在。你看被石勒尊为国人的羯族，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大族，包括南方氏族眼里，甚至是占据滨州的匈奴刘氏匈奴眼里，不过是一群民族身份特别模糊的杂胡。所以说呢，即使到石勒临死，他的周围就没有一个成型的民族建制啊，作为他政权的依托。当然了，石勒称帝了，是以羯胡人为贵，这个也是必然啊。我们不能想象石勒会像后来的苻坚大帝那样，他不抬高自己的氐族人的地位，而去抬高汉族人的地位，更不会啊对羯胡和当时后赵国家统治下的汉人的一视同仁。所以说呢，虽然杀戮无数，汉人在当时的人口基数呢还是占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后赵国家一旦以羯族人为贵，以羯胡为国人，就必然会打压正常的社会秩序，最终呢导致国家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石勒病死了，这下呢就该轮到他的侄子石虎大魔头登场了。石虎字季龙，如果我们读晋书，会发现写晋朝历史的这个唐朝使臣啊，总是称呼他为石季龙，没有石虎传，石季龙传。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唐高祖李渊他爷爷就叫李虎，所以说呢，撰写这个晋书的唐臣呢，你肯定得忌讳啊，怕犯这个李渊他爷爷的名讳啊，所以说呢，一直就把石虎呢写成石季龙。那么石虎从小的时候呢，他由石勒的父亲抚养，大多数史书呢，就说这个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也有的史书记载呢，他是石勒的堂弟。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是石虎从辈分上讲，可能就是石勒的这个侄子辈，从小呢由石勒的这个父亲抚养，比石勒小十几岁，所以从年龄方面看呢，又像是兄弟辈，实际上还是他侄子。那么石勒的这个侄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呢？石勒死之后的后赵宫廷又是如何变成一片血雾腾腾的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